个人呢，他演不了一出戏。奈何30年前我头发茂密，30年后我被他们摧残的没有头发。30年前呢，我是女相声演员。我是吊死鬼，没人在家。30年后呢，我是女神，你神经病了。30年前我说相声，30年后我说评书。昨天那里边半夜啊，有人影飘动，嘴里还喊着呢。30年的岁月，人多少是会有一点改变的。我在台上说了10年相声之后，我才发现相声可以用玩的。哎，阿姨。30年后，樊光耀头发也变白了，我呢也变白了，谁也不让人让。30年前，30年后，起码我就是一直保持初心。十趴。把他装开。我是天下第一剑。你还真的是剑。黄义豪啊，算是台湾第一批走红的脱口秀演员啊，他也是他们当中呢最早过气。看着就是3个斤2个，52两，光儿一挂2花灯啊！贵族大哥，那是什么地方？天哪！床上，黄金般的歌喉，钻石般的线条，像化石。每次模仿我都喜欢这个样子，我有这样吗？你不用手。